往后该轮到本宫听师父让天下送葬。万花谷的御灵师也在其中，那些都是我的师兄弟们，他们不想为顺德卖命，应该都已经逃走了，怎么还在这儿？所有人戒备！顺德控制了他们的心智，他们都已经不再是自己了。所有人守好结界，不要与他们正面相抗。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。本宫倒是很想知道，你们会做到何种程度。季云和，你不是说为了北渊你可以付出一切吗？那就给本宫看看你要如何护得住。投壶游戏真是太好玩了，去吧，给本宫踏平这片地方。这里就拜托二位了，是时候该给顺德回礼了。迢迢来到这儿，为何要龟缩在此处，还让自己的手下去送死？来都来了，为何不大大方方的来喝杯喜酒？季云鹤，本宫早就该将你杀了。可惜啊，你一直都未曾如愿，只怕以后也是如此。顺德，我们之间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了断？季云和，你故意引我过来，号称走一步算三步的季云和，如今也有黔驴技穷的一日，看来终究要打一场了。既然你不愿意自己乖乖入阵，那我把你打进去也行。可笑，太可笑了！现在鲛人已经不在了，你孤身一人，竟还敢口出狂言。这场乱局皆因你我签订殉教之约开始，那就应该由你我二人结束，不是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与我相提并论？季云和，今日不只是你，整个北渊，本宫都不会留下一个活口。姐姐，这次
我必须亲手阻止你。姬护法，陨魔阵即将开启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姬云禾，本宫对你的期待远比现在要高许多，未曾想你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求我呀，只要你肯屈服，本宫可以给你一个痛快，否则本宫就按当年之约，将你一刀刀削为人质。如今什么都有了，何须你来可怜？如今该摇尾乞怜的人是你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被欺负。怎么可能？或许是我命不该绝，若不是我沉寂长眠，你怎么会放松警惕呢？这菩提果能救长夜？菩提树百年一果，可重塑经脉，亦可解开冰封。这颗菩提果是姐姐照顾我百年那日菩提树结的果子，我一直带在身边留作纪念，没想到竟是如此机缘。天君，顺德以为长夜已经冰封，不如先将此事当作秘密，让顺德他以为自己占尽了优势，等他最得意之时，长夜便会成为他最不设防的刀。只不过本君也不知道长夜尊主到底能否及时苏醒，万一您与姐姐对战遇险，而他却又来不及赶来，这般做是否太过冒险？长夜他舍不得让我出事，我信他，他一定会来。大尾巴鱼，千万别让我等太久。现在我的力量都回来了，顺德，放弃吧。本宫岂是你们可以轻易杀死的？别忘了，本宫手里还有筹码。怎么回事？他动不了尾渊。你没有如此之力。菩提果助我重塑经脉，断尾重续。现在我的力量都回来了，顺德，放弃吧。你们未免也太低估本宫了。断尾重续又如何？胜得过这世间邪念吗？Come on.
又添乱了。我不是说好让你在家乖乖等我回来的，为什么不听话跑出来？我本来想先去九银河的，但是你比较笨，我就先来救你了。啊！这回，你可不能，你可不能嫌弃我没用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 醒醒，兄弟！杜连长，醒醒！太好了，你们恢复清醒了。谷主呢？
谷主也被顺德抓走了，林豪青也来了。你们以为为了金陵就结束了吗？操控的不过是普通傀儡，此灵是我魔气所铸，无法摧毁，配林浩清再合适不过了。修长，长音，天君怕是有危险。去吧，这里有我。有兄长在，云鹤别怕，有兄长在。
以后你便唤我做浩清哥哥。为了守护所爱之人，你愿意付出多大代价？我会不惜一切。若他们因此觉得你背信弃义，恨之入骨。如果能换他周全，我心甘情愿。你叫阿静，静的静。师父。蝼蚁，你竟然想杀了我！忘恩负义，不念亲情，你不配执掌这天地。好，你们想这样杀我，我偏不让你们得偿所愿。人在，我身亡而身不亡。我要化成风，杀遍每一个人。我要让这四海八荒与我同葬。你若化风，我便成器，玉石俱焚，生死何惧？你要干什么？对不起，长宇，我必须这么做。以心灯之光引动天地之火，可灭尽世间诸魔。心灯燃是希望不灭，浩气永存。纪云禾，我就在你体内，封印了，你也得下去陪我。你舍得下鲛人吗？云禾，心灯连接天地之火来灭魔，你又要牺牲自己吗？顺德，他祸心不死，魔气不灭，世间难宁。你也不希望魔物再肆虐世间，对不对？那我陪你一起。长夜，等我跳入岩浆之时，顺德定会想办法逃脱。届时我需要有人在外面感应鲛族权杖之力，封印火山，阻断他的去路，也要防止地火再次爆发。那个人，只能是你。你让我亲手封印了你，我知道这很为难，可是谁让我最相信的人就是你呢？你最喜欢自由，不能被关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，我替你去。
我以前只想着自由，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世间所有事情都与我无关。可是我遇见你，北岳，以及种种所见，我发现它并不是无关，而是息息相关。长夜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你放心，心灯有灵，它会护我，我不会有事。等到魔气消失的那一日，我就会找到回来的方法。这次我们不再有隐瞒，未来不管遇见什么，我们都一起面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需要一个保证。不是你我，不是我，嘿，多想，多想，嘿，你要去哪儿？人痴心人抬头望，留不住的光亮，嘿，随他。带着他，你就会记得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大尾巴鱼。我会等着你回来，无论千年万年，叫人都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答应你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用何种方式，我都会找到回来的路。因为我的归宿就在你的身边，这一次不要因为我在被困在北院了，你要多出去走走，去在海八荒看一看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你替我去探探路，待会回来我们就一起前往，好吗？
是不是这一切都可以结束了？我终于明白了，父君留下的百万神兵，不是隐藏于某处，等待召唤的天兵天将，而是四海八荒，所有的除邪卫道者，是你们每一个人。只是，我也没有想到，最后云禾还是牺牲了自己。抱歉。这跟你没关系。他是纪云禾。他做的选择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拦得住。不过他答应的事情，也定能做得到。魔气消散需要多久？只要看他的心智有多坚毅，也许需要百年、千年，甚至上万年也有可能。我明白了，烦请天君可以重开东海，照顾好万花谷。至于北原，我相信有青瑶主事定会重现繁盛。你不做这北原尊主了？对于北原而言，有更合适的人。心中所属方为家，北原终是没能留下你。露露姑娘，小点声。仙师正与天君议事，旁人打扰不得。我是旁人吗？啊，请。露露，你怎么来了？天君，你也在啊？正好你给我评评理。这家伙自从当上仙师之后，就忙得脚不沾地。大婚之后，很久没有跟我灵修了。你说说，算什么仙侣啊？说话就不能看看场合吗？那个，既然陆姑娘来了，那本君就先离开了啊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还没随礼呢。随礼？随什么礼啊？饿了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哎呀，太饿了。你是说？你要当父亲了，我要当父亲了，洛洛，哇，哇，太好了，我要当父亲了。你不分场合了？不分了，不管了。尊主，洛锦桑的喜事您听闻了吗？你先替我把贺礼备上，等这几日我把事务忙完就去道贺。是。尊主，就连洛锦桑跟空明都有喜了，您是不是也该为自己想想了呀？
哎呀，这一小山的求亲书信都落灰了，您都还没瞧上一眼呢。你呀，这世间难道就只有爱情才值得期待吗？哦。北渊现下一片安乐祥和之景，多好啊。这么久过去了，顺德的事天君还是放不下。本君知道姐姐犯下大错，但本君曾受姐姐日夜照拂陪伴，如今她已消散，本君还想留些念想。神君，本君这般可是太过软弱了。众人种种因缘得度不同，不必耿耿于怀，也不要强迫自己忘却，有时记得过去，方能看清前路啊。嗯，神君，您今日怎么显得格外精神？可是有什么喜事吗？听闻飞廉雷泽已重塑仙骨，老夫自然精神得很呐。太好了，本君正要去趟万花谷，也顺便告诉雪统领这个喜讯。要是黎叔世子还在，那该多好。黎叔原为陆吴后裔，有九重生机，他此前数次死里逃生，天君又焉知这次不成呢？我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月下仙君，他跟我说。说什么？神君，您倒是说呀。不可说，不可说，相爱之人给他们留点惊喜不好吗？你又来了，饿了吧？我给你准备了小鱼干。你去哪儿啊？鱼干都不要了？在这儿啊，今日怎会如此调皮？毛色亮丽，线条优美，你这灵宠养得真不错。何人？在下是新入谷的凡间弟子，不小心迷了路，也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这里。你也是谷中弟子吧？我听闻万花谷中属雪统领实力最强，我仰慕他已久。你知道他喜欢些什么吗？不如说与我听听，我好投其所好。若他能见我一面，我必当重谢。
也曾像一朵花开。这位同门，你怎么哭了？你笑起来还挺特别的。也曾像一首歌，相遇在此去天来，留白是漂白。谷主，雪统领已经见到那人了。当日我看到他的急躁画像，我就知道冥冥中自有安排。以后让他跟着三月做事吧。他一介凡人，虽然心理低微，但心性单纯，颇具慧根。这样挺好。是，谷主当年虽然救回一命，但终究还是伤了本源，要好好注意身体才是。情缘再续是件好事，你不为他们感到高兴吗？他们终得圆满，是该替他们高兴。可是谷主却失去了太多，就连双腿。思雨只是心疼你。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的圆满无缺？如今万花谷还在，你也还在，于我而言足够了。那谷主您自己呢？我很好啊。虽然瘸了，但我自由自在，向着本心而行。我也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己，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是。云和跟长义有消息吗？火山还是没有动静。自打长义去了人间之后，就杳无音讯。谷主可是需要属下去打探。罢了，随缘吧。我相信云和，他答应的事情一定做得到。今日阳光真好，带我出去走走。好。宰月，不如我们也凑个热闹吧。长夜，你可有什么愿望想许？我的愿望就是你的愿望能够实现。你有什么愿望？哪有你这样许愿呢，太吃亏了。好吧，我就替我们一起许了。希望下辈子我们可以不要做什么尊主什么护法，可以成为一对普通的小夫妻，有一个平凡的小家，春观夜莺，夏望繁星，秋赏满月，冬会初雪。一年四季一直在一起？当然了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相依相守，永不分离。你如一朵最美的花，开在我的心里。过往的点滴，都是爱过的痕迹。
曾经我们畅想自由，曾经我们携手逃离，曾经我们误会彼此，但无论怎样，我们终会相遇。你身上有我的印记，我失去过你，一次又一次，也等待过你，一次又一次。我相信终有一天，我们会并肩相依。长夜，你说我们的故事像不像一个浪漫的童话？童话里万物有灵，如梦如幻，却触手可及。但愿这所有美好如海边清风，吹散阴霾，长伴世界。对了，你的鱼尾还好吗？依然如你出现那般，只不过你还没有看到。以前我一直觉得奇怪，你为何会有如此纯真的心情？直到我看见这片大海，方知一切都渺小如斯。所谓坎坷，不过是一朵浪花，一片涟漪而已，何足挂齿？海阔天空，比翼并肩。云鹤，这一次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长夜，既然你的鱼尾回来了，不如我们就来试试谁游得快吧。